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挑战吃这个快手面 Indomie。 这个一 set 里面有五包，我们要一起吃这个 Indomie。 不是，我们是一人吃五包，耶！吃完，今天我们不是要比谁快吃完啦、啊？只要你有吃完就是赢了，自己煮自己的、啊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开始煮 ，Let's start。OK， 我们煮好了。不过在吃之前，我要跟你们讲一些东西啊，就是如果吃不完，不要勉强啊，不要硬塞，请勿模仿，我们这个是不良示范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吃。现在我们可以吃得完吗 ？OK。平时你是吃几包吗？两包最多。你？两包。三包？两包。我平时吃两包到三包。那是下午四点，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一餐。为什么我会想做这个 video， 是因为平时我跟三军都是很会吃的人，然后刚好前几天在 YouTube 有看到人家有做这个挑战，所以我就很想 try 一下了。这样吃完了呀？肯定要吃完。还要吃完了。宝贝，吃完了呀。第一个是吧 ？Easy。要完了。Dennis， 你可以说晚餐了 ，Dennis。哇！耶！耶！第二名，十八分，加油！孙尚啊，加油！我南哥，加油！白大口的三季。吃得完吗？吃得完，还是再一点点啊？Dennis 勉强没有幸福。Respect。吃完了。没有想到我们都可以完成。
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。我建议大家真的不要模仿，所以我们三个都是这一集的大胃王。耶！我们都吃完了，也没有浪费食物。对，如果你们还想要我们挑战吃什么的话，尽管在底下 comment。所以这次video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大家收看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